天我说小五他搞什么嘛，把指甲盖弄得这么脏，所以啊我就不给他涂好看的指甲油。没有想到呀，小五妹妹是每天辛苦的挖胡萝卜才把手指甲盖弄这么脏呢。哎呀，我错了我错了，今天呀小五妹妹，我好好的给你清理完之后给你涂一个最漂亮的指甲油。来来来，找一个好看的颜色，看看什么颜色呢？哎，这个彩虹色就非常好看呢。来给你均匀的涂上，涂开看看是个什么效果。哇塞，多好看呀，天哪天哪。然后呢再给你选择一个好看的贴纸，哎，这个就非常流行啦，红酸酸白干干，吃完一起烫拌拌，哎，就这个给你涂上去。哇塞，你看多可爱呀，哎呦太漂亮啦。然后呢再给你找一个好看的，哎，选择哪一个呢？哇塞，这个粉色的冰淇淋一定非常好看呐。哇塞，快看呀小妹妹，我都给你搞上去。哇塞哇塞，太美了太美了，来来来，现在弄完了展示一下。哇塞，这指甲涂的太完美了吧。哼，这个猪猪青，你看你的手指甲盖这么干净，你看呀你就不干活啊。我给你找了个啥颜色呢？我给你找一下，哎，好看的我不给你涂。哎，这是个啥颜色呀？这蓝不蓝绿不绿的，黄不黄直不直的，哎呀我也说不上来的这个啥颜色，反正就是不好看。哎，我给你弄上这个，然后呢，哎，给你打磨一下吧。哎，我也给你打磨的光光溜溜的，哎，这边这边都给你打磨。然后呢我再给你选择一个贴纸吧。哎，好看的我是不给你选择，这情侣的爱情的都不给你选择，就给你选择这个蜘蛛的吧，哈哈，让你每天吓得你晚上都睡不好觉，老做噩梦。再给你找一个贴纸，哎，啥呢，这个臭臭的奥利给给你弄上去，让你每天啊都吃不下饭，看到他就想吐。哎，给你弄上去，我的天哪天哪天哪，快看呀，这个指甲油涂的也没谁了，来来看看效果，我的天哪。